开始做这个木雕根雕这个艺术，是从这个1993年，因为当时我在湖北利川卷烟厂上班，出了车祸，导致这个左腿残疾，最是在偶尔的机会认识到艺术家，都了解了这个根雕木雕艺术，跟他们就在探讨，慢慢的进入这个木雕根雕艺术。因为我是在这个爱因斯大森林长大，多少懂一点所谓的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就把一个树根变成一个艺术。我最开始左腿残疾的时候，单位办了一个病腿，认识了当地一个老师，就在学的花鸟，动物，到本地算可以，但是在国际，在国内的话水平不算高。你跟他说话他可以啊，他手机交流。是大概2003年的时候，我在呢门根雕爱好者论坛发表一些作品，然后他就是也是一个论坛的网友，他从我论坛上看到了我的作品照片。那时候没有 QQ， 没有微信的，然后我说那时候跟他通过电子邮件联系。大概2005年的时候，我就来受他的邀请，我就来到湖北利川跟他见面交流。就是认识之后，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是残疾人，然后我们只有见面以后，我才发现他的脚腿受伤过，他也才发现我听力不太好。我们从一开始的时候啊，就是一见如故的感觉，通过这根雕结缘，在艺术上我们互相交流，那么在生活上，他肯定是我的一个朋友、家长这样一个关系。那个时候我们没有飞机，没有动车，没有火车，包括我们的技术相当落后。跟他认识的话，我们学了很多知识，因为说他们是抽钱的，他是祖传的木雕之乡，就是以前我们学花鸟，通过认识他，我们学了人物像雕刻。跟雕跟木雕啊，确实也很大不同，虽然他都与雕刻的蛮赖，但是单独的两个艺术。木雕它讲究的立体造型，它是兼有创意，然后才有材料的。每个民族都有他自己创作的这些民族风俗，然后每个地方他们创作题材也会不同，他们都会根据自己当地民族特色而创作出他们当适合自己反映当地民族的风情的一些题材人物。也就是2016年认识了德国老师的一个突出的贡献，也是我最大的一个改变，我的作品创新啊，一直走到今天。当初是我们中国那个雕塑学会、雕塑杂志社，请了顶级的世界艺术家到我们中国来开发就指导，包括他的要求的这个学生就是美院雕塑系主任、系主任、院长，就是我通过他学习了很多。西方的造型艺术加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融合在一起，我想把这个中国文化继承发扬光大出去，所以说我现在要把这个作品所有的艺术品要提高。我的作品有传统，有当代，有地方，有国际，有中国，因为我们的大森林产能资源丰富，根据这个产能去创作，如果根据这个地方跟着这个世界时代接轨。2020年我创作了英雄城市、英雄人民、同心抗疫、理性者。2021的话就是建党100周年，我都创作了很多。我做了一件作品就一百，就是这个过来就是百年辉煌，这个过来就是一个八亿建军节。
因为我创作作品是首先是以我记忆，最好还是要靠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给你的一个资源，没有材料你技术再高也没用。我其实非常支持他现在这种纯净净的创造，我觉得这种可以属于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因为我是在93年出车祸，95年的开始到卷烟厂兵团，那认识了很多。因为那个时候我丧失了信心，精神上受了很多打击，包括社会上歧视我们这个残疾人，但得到政府支持关心，所以说我现在也要回报政府，回报国家，我是要带动残疾人。让他们身残志坚。因为我们的交流，我跟他一起，他回答我，我可以看他的口唇、手势，基本上都懂明白他的意思。因为中国的这个木雕在世界上是走在前面的，因为我都想把这个中国的木雕发扬光大，传承保护下去。所以说我带徒弟，包括首先选择残疾人。我说我今天这个徒弟都是残疾人，因为我也是残疾人。您太了不起了，您太了不起了。那没有，因为我也是残疾人，我也带动残疾人。说这个他们聋哑都相当聪明，帮扶残疾人，同样也想把中国这个木雕这个文化、艺术文化传承下去、保护下去。像我们现在做雕塑的话，这一个木头，它就几个几刀，就是一件作品。